外当年也潜逃出境的还有前立法院长刘松凡，不过他的妻子蔡元清在上个月30号过世了，政商人士都送来花篮，亲友也非常的低调赶来致哀。不过刘松凡他因为背信罪定谳，滞留海外多年，迟迟到现在都还没有归来。如今妻子过世了，会不会返回台湾处理妻子的后事？他的儿子是说，父亲近几年因为身体的因素，未必能够返回台湾见母亲最后一面。